พิศนุพิศนุเราได้ชื่อแดงไหนเนี่ยเราเซ็งเก้าเราเซ็งเก้าชื่อที่เดียวอ่ะที่กังกงกังกงกระดับบ่อที่เดียวกังกงครับกังกงเราผมเนี่ยจังกงนำเคยโอเคแล้วมีกี่ฟันดอไหมกี่ฟันดอ关系啊呢个好似啊โอเคแล้วพิศนุเราเนี่ยที่头先同我讲到你本身系做啲咩工作噶我本身系揸罗哩嘅嘅你揸羅啲嘅，咁我你揸羅啲咧，你就有呢個膊頭酸痛，會唔會導致到你任何嘅問題發生？要啊，做工好辛苦啊，開門啊，白茶凳到呢度真係好辛苦。有幾辛苦啊？其實，哎呀，真係好辛苦，今日講啊，連好今日形容啊。你嘅膊頭以前啊，未瞓 M Life 之前啊，我聽你講嚟攞唔高嘅喎，攞到邊度啫？攞最高係咁樣嘅。攞到最高啊！攞到最高嘅，打斜俾你睇下。OK， 攞到最高啊，係咁樣樣嘅啫。啊，你有邊手嘅係？啊，呢啲係攞到咁高嘅啫。咁我其實咧，我想問你啦，淨係膊頭酸痛啦，有幾耐咗？應該有兩三年咯。OK， 兩三年嘅呢個時間嚟講啦，你有冇去揾醫生啊，或者係揾啲方法嚟搞掂呢個問題咧？有啊，有睇過醫生，打過針兩擺，跟住輔導治療都係兩擺，都係冇改善。咁樣大大小小啦，你總之呢個膊頭酸痛啊，花咗你幾多錢嚟醫啊？應該要20,000咗。sorry 幾多啊？20,000咁左右。各位朋友，佢我聽錯冇啊？佢講幾多錢啊？20,000左右。淨係膊頭酸痛兩年幾睇醫生打針等等嘅，用咗20,000左右。咁樣有冇好啊？冇咩改善到。冇乜改善到喎。咁我而家你瞓咗 M Life 係幾時開始瞓？我一月幾咪 M Life 翻嚟瞓。一月幾？意思講係瞓咗大概係3-4個月嘅時間啦。OK， 咁你瞓咗之後咧，你嘅膊頭幾快咧就開始改善？個零月啦，個幾月啊，覺得手再改善咗，係咪改善好咗？你點樣知道你嘅手改善呢？因為我揸攞啲成日開門啊，想爬上攞啲知道我手冇咁痛咗。之後而家可唔可以表演俾大家睇？以前你攞到係咁高嘅啫嘛，啱唔啱啊 ？OK， 而家可以攞到幾高咗啊？嚟，各位朋友，我哋俾一個掌聲啊，有冇啊？嚇，攞高啲俾你哋睇下，係咪啊？可以攞到咁高咗 ，OK。而且仲有一樣嘢，你講以前你成日係點嘅？過幾日睇翻醫生，因為我發熱氣。我嗰日又發熱氣，睇醫生。過零月就一睇一次醫生㗎啦，嗬。咁樣睇咗醫生俾你食藥啦，啱唔啱啊？一日食藥食幾多粒到啊？食30-40粒。每一日食藥食30-40粒，食咗幾耐啊？過零月你食一間公司俾我食一個禮拜就好咗咯，跟住一個月之後又到翻嚟咯。其實你係咩病咧？嗰時候發熱氣、傷風咳。淨係發熱氣、傷風咳就每個禮拜又食藥啦。咁我有而家你瞓咗 M Life 之後咧，點嘅情況啊？到而家根本冇睇過西醫。咁朋友，到而家根本冇睇過西醫，意思講呢3-4個月嚟講咧，你冇再發熱氣咗係咪？係啊。所以各位朋友，瞓 M Life 好唔好啊？應該問 Mr. Lau， Mr. Lau， 你愛唔愛 M Life 啊？愛 M Life。你係咪日日都瞓緊啊？而家係啊，日日都瞓咧。有時做工我都攰啊，我都瞓下一個鐘頭咧，又起身咯。OK， 好。咁樣咧，你有咩説話去同呢度嘅朋友講冇？我佢而家幫佢有病痛嘅人冇病痛都最好買一塊翻嚟瞓，因為幫我哋幫助我哋死損瞓啊，瞓到好好瞓。舊喺我瞓牀嘅時候，夜晚咧瞓上牀啊，一個鐘頭幾點瞓得？而家上咗2-3個月我就瞓咗。哎呦，而家瞓到好似死咁啊 ！OK， 好，咁樣，我哋多謝 Mr. Lau， 不如好唔好？我哋俾 Mr. Lau 個掌聲，俾 Mr. Lau，OK。